妹主内平安。Amen。 我们把圣经打到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二十节。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二十节，读到第23节。哥罗西书，耶稣为新约圣经225页。哥罗西书的第二章第二十节，读到第23节。找到没有？找到没有？一二，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脱离了世上的小学，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，服从那不可拿、不可尝、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？这都是照人所吩咐、所教导的。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，就都败坏了。这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，用私欲崇拜，自表谦卑，苦待己身，其实在克制肉身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。好，咱们一同来闭目。亲爱的救主耶稣，我在天上阿爸父神感谢你。阿门。感谢你带领我们在你面前分享你的话。阿门。因为这话本来就是你从天上赐给我们。阿们，是我们今天因为你的话而得活。阿们，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是我们路上的光。阿们，你的话是我们的甘霖。阿们，你的话是我们的食语。阿们，你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。阿们，今天就你的话语来救活我们。阿们，你的话语来浇灌我们。阿们，使我们属灵的生命更加的增长。阿们，叫你自己的众儿女都在你话语上扎根。阿们，因为你说有了我的话，你就遵守的，这里就是爱我的人。阿们，爱我的人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阿们，就照着你的应许给我们成就。阿们，我们愿意寻求你的面，就求你叫我们寻见。阿们，我们愿意叩门，就求你打开你自己的门。阿们，就求你按照你自己的旨意在我们中间运行。阿们，保守今天晚上的聚会。阿们，除去一切的拦阻。阿们，你使弟兄姊妹都被医灵所感动。阿们，亲自在我们中间居首位掌王权。阿们，叫每个弟兄姊妹的心灵被打开。阿们，求你亲自在天上成就你自己的旨意。阿们，我的圣灵大大地充满你自己的法器。阿们，借着他的口将你的话语不住地浇灌给你自己的真教会，使你的教会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使你众儿女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使你的教会能够成为基督的金灯台，能够成为基督的心腹，使我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。我们感谢，我们赞美你，保守以下的时光，这样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。好，感谢主的恩典，我们继续交通主向。上一堂课我们已经讲到了，从律法中赎出来，从罪恶中赎出来，从撒旦的权下赎出来，从肉体里赎出来，从黑暗权势下赎出来，从世界中间赎出来。耶稣在十字架上做一个赎买的工作，按照心灵说赎出来，按照肉体说跟基督同死同埋葬，肉体说我们死了，按照灵性说我们复活了，对不对？按照肉体说我们在生活里头，按照灵性说我们在生命里头，对不对？好，看这段经文，这段经文，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脱离了世上的小学，那世上的小学很多的地方提到的 律法的问题，我谨守日子、月份、节期、年份，是不是小学？是不是？我谨守那些规条，主已经拆毁的规条，我去谨守，是不是小学？我谨守那些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，是不是遵行主的道？不是，要把这个区分开来。这里面讲这段经文呢，上面讲日子，讲饮食、节期、月份、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，因为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，那形体却是基督了。经常说影儿、实体
为什么这么讲呢？那么今天我在守这规条，这也不行吃，那也不行拿，那也不行摸，这些规条又进到哪里去了？又进到开端里头去了。我们不能总在那个小学的开端，不能总在开端那个地方。上帝今天叫我离开这些开端呢，进到更完全的地步啊，还是在开端继续在开端这个地方待着？你总能完全，你如果不离开开端，你就永远不能完全。你总遵守，总念小学，念了18个小学，是不是啊？从7岁就开始念书，念了18年。别人问你，你上过几年学呀？你告诉我，上18年了。上18年，你总念的是小学，你根本就没念到中学，你也没念高中，你怎么考大学呢？念一年1+1=2，再念一年1+1=2，就不往前进展了。上帝是愿意叫人在原地踏步啊，还是往前走？往着标杆直跑啊，在原地踏步。这都是圣经的话。那在开端这个地方，我就在开端那转了4年，你还是开端。我们注意看，这段经文呢，就在小学开端的地方，是吧？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死没死？同死，脱离世上的小学，是不是律法？是。下面仍然去照着律法上的那个规条，不可拿、不可尝、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？这都是照人所吩咐、所教导的。说到这一切正经的时候，是见到人是拜拜人，拜拜人。为什么是拜拜人？等一会儿咱们看。因为你活在那不可拿、不可尝、不可摸、不可吃等等等等许多的规条中间，为什么会拜拜人呢？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。什么叫徒有呢？徒是什么意思？白有智慧之名，用思义崇拜，是我自己想法，我用自己的思义，就是我用自己的意思崇拜，叫思义崇拜。自表谦卑，苦待己身，其实在克制肉身的情欲上，我要想用这种，我这不能吃，那不能拿，要克制什么？这种人要干什么？用这些规条要干什么？克制肉身的情欲。人有肉身，有没有情欲？有情欲。那这情欲怎么才能把它制住呢？守规条制住的吗？在我们那有个罗大卫说，我们靠着律法治死救人，对吗？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，就是什么呢？空有其名，徒有智慧之名。用思义崇拜，自表谦卑，苦待己身，这是自己在那苦待己身。苦待己身是哪一个教派里的？是佛教。佛教的法轮功的，是不是？他们是苦待己身修炼。基督徒上帝就不让你修炼，恐怕你拿肉身挂钩，就不让你修炼。基督徒是信主之法，所有宗教都是立功之法，唯独基督徒，基督教和所有宗教不一样，就在这个地方。咱们是用信，他们是用苦待己身；咱们是主救我，他们是自救法。能一样吗？苦待己身，其实在克制肉身的情欲上是好，他要克制情欲啊。有许多人要用这也不行拿，这也不行尝，要干什么呢？克制这肉身的情欲啊。好事坏事？怎么是坏事呢？败坏人的，是不是？你一旦守这规条，表明掉到哪里去了？掉到律法。守不守这个规条？那也不行，这也不可的，这些规条要不要守？不思议崇拜是人教导你的。我们今天已经从旧约的规条中间出来了，你怎么又去守呢？这也不行，那也不可，那也不可动的，那也不可拿，也不可尝的，这些规条又掉到那里，又靠肉身成全了，好不好？这里面说肉身的情欲是怎么下去的，我们先看一些经文，肉身情欲是怎么下。第二章先从第8节开始看，8节开始看，找到没？
你们要谨慎，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语，不照着基督，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，就把你们掳去，又把你们带到律法里。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语，不照着基督，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，就把你们掳去了。小学是代表什么？开端的地方，是不是？那我今天总在开端行不行？行。啊，你过一年还是一岁，过两年还是一岁，三年还是一岁，四年还是一岁，一岁这么高，两岁这么高，三岁这么高，四岁这么高，五岁这么高，十岁这么高，二岁，五十岁，八十岁都要老死还这么高，你说那怎么了？这人八十岁了还这么高，你说怎么的了？啊，咋的了？侏儒是不是？侏儒症啊，他就往上涨吧。小孩就玩玩具，到长大了还玩玩具，是不是？到老死了还玩玩具，你们说他怎么着？这叫小老孩，是不是？长不大的孩子，永远都长不大的。这里边说，你们要谨慎，就是瞎小子了。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，什么叫理学？推理的，是不是？理学，你看。他怎么推理的？你看，这律法人不得守吗？这律法不是神设立的吗？哎，他也不管给谁设立的，律法不是神设立的，是吧？那日本的法律不是给人设立的吗？日本法律给人设立是给哪一部分人设立的？他也不管，日本法律不是给人设立的吗？律法不是为一人设立的，日本法律给日本人设的。你中国人守日本法律，你告诉我你干什么？你啊，律法是给犹太人设立，你是外邦人，你为什么要守犹太人的律法？你是外邦人，因信耶稣就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，怎么跑到一下钻到犹太律法里？今天教会转到犹太律法里头的多不多？转到摩西律法的多不多？危不危险？这不是一般的危险，是特别危险的，要死的，要付出血的代价的。转到那里头，有人就用他的理学，这个理学是什么呢？理学是什么？很多人的讲道我在网上听了，用什么讲道？理学，理学也叫理性学。什么样的脑袋容易进到这里头来？就是理学，是不是？理性强的脑袋愿意进到理学里头。推理呀，真理和理学是一样啊。理学是人推理出来的，神叫人守真理，神叫人谨慎，恐怕有人用理学般的理学，虽然也带个理字，它是不是真理呢？你看清楚了，你们要谨慎，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妄语，不照着基督，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虚空的妄语，就把你们给哪去了？掳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掳？俘虏，把你抓住了，是不是俘虏啊？是，把你俘虏去了，不照着基督啊，不照着基督乃造人间的遗传呢？遗传是律法，这里讲的是律法和虚空的妄语，就把你们掳去了。不照着基督啊，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小学，就把你们掳去了。一掳去你就成俘虏了，成谁的俘虏呢？成理学的俘虏。他推理，你看这律法，你用他这种推理方法，那么律法不都是神的话吗？是啊。律法是神的话呀，是旧约里的话呀。律法不都是神的话？是啊，律法都是神的话。圣经里不都是对人说话？还有时候就斥责鬼，对鬼，耶稣对鬼话，再说你遵不遵守？啊？不遵守啊？因为他不是跟你说的话，撒旦退我后面，你退我后面。谁退后面？耶稣说撒旦退我后面。
退后呢？你要不要听？圣经里对假先知说的话，你要不要遵守？圣经里对假先知说的话，你要不要遵守？要不要遵守啊？不要遵守啊！不是对你说的话，你会听啊？对农夫说的话，你要不要遵守？因为你不是农夫，你是什么？儿子。所以你要看清楚了，圣经有许多话不能遵守，是都是。你说说神，只要神造的，就都是好，都能吃。石头是不是神造的？能吃吗？狗屎是不是神造的？能吃吗？那些东西都神造的，能吃吗？有一些毒药是不是神造的？能吃吗？只要神造的，感谢神，吃，是吗？圣经是不是都是神的话？圣经都是神默示，不是都是神的话。没有这句话，圣经根本没有话，圣经都是神的话。有没有鬼的话？有。有没有假先知的话？有。有啊。但圣经都是神，从默示这句话在圣经里能找到。但圣经都是神的话找不到。所以你不应当把所有的话你都要遵守。你得看清楚旧约对跟谁立的约，新约跟谁立的约，我是要遵守新约还是要遵守旧约。这些人用理学推理，你看这不都是圣经话吗？律法不也圣经，咱们不遵守吗？是不是推理来着？是。不照着基督，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，开关就在开关的地方不动了。这一讲就错了，这一错就带领一大批人都进入错误里头了。有没有针对性？律法上的话是不是针对律法以下之人说？好，塞住个人的口啊！那我今天把律法上的话也针对我说，行不行呢？合不合乎？啊？律法必须守，谁有？律法以下的人守。是不是啊？必须守，死守，谨守，贼守，律法以下的人守，是不是啊？那狗套必须戴上，给谁戴？跟狗戴还给儿子？他这个话，他有必须谁必须？牛样的必须勒放在脖上拉地耕地，谁往谁脖上套？往谁脖子上套？往牛脖子上套还是往人脖子上套？你给安错了行不行？牛样子明明是往牛脖子上套的话，你回去把你儿子让弄牛样子，叫他干什么？叫他离地，行不行啊？这话你得好好的想清楚，这里边你死守谨守，谁守死守谨守？在律法下的人，针对律法下的人说的，好塞住他的口，叫他死守，其实就是叫他守不住，他也明知道他守不住，就是叫他守。你死守，谨守，守不住，咒诅就临到你；守住，赐就有祝福，以下的福分就临到你。其实有没有人能守住的？没有一个守住的，所以他才这么说，神才这么说，这是针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，不是针对恩典以下的人说的，是不是啊？好，再看啊。我再看，有一群人就在这理学中间。我们再往下看，第九节，还是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，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。神所有的一切的丰盛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哪里呢？在基督里。那我是在基督里得，还是在肉体里得？是靠守规条得，还是靠信心得？好，往下看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这，基督有形体的，道成肉身有形体，那么神的丰盛就变成有形体的。所以我们吃饼的时候，拿一个有形体的饼给我们吃；我们喝杯的时候，拿个有形的杯倒出葡萄汁给我们喝，把这葡萄汁就当成是基督的血，把那饼就当成基督的身体。有没有形有体啊？下面耶稣基督那个有形有体的丰盛就在我里面了。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。我是得的丰盛，是我憋出来的，装出来的。
啊，是装的，是憋的，还是得的？也得了风声。萨摩教长，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，耶稣基督是一切执政掌权者的元首，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。注意看这句话啊，割礼的目的是什么？旧约里是肉体上受割礼，今天受割礼是什么？这里面说，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，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什么？真割礼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，是我脱，是基督脱，是我守规条克制情欲，还是基督使我脱去肉体情欲？怎么脱掉？基督使我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，表明这割礼是真割礼是什么？他为什么会基督可以使我脱去肉体情欲啊？有没有情欲？这情欲怎么下去的？基督使我脱去。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三节。什么叫真割礼？真割礼是用灵，是用肉。过去的割礼在肉体上，今天的割礼在哪？在灵，是在肉。因为活着，你是属肉体还是不属肉体？你要属肉体，割礼就在肉体上；你若不属肉体，割礼就在灵上。真割礼是灵是肉，找到了第三节，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神的灵性来，在基督耶稣里夸口，不靠着什么肉体，靠不靠肉体啊？真格里是靠灵啊，是靠肉。以谁的灵敬拜？真的灵。好，现在咱们现在你看吧，我现在敬拜就动肉不动灵，我现在动肉啊，敬拜就用肉敬拜，行不行？敬拜要用谁的灵敬拜都很关键，以神的灵敬拜。今天我们查了是吧，以赛亚书十一章是吧，那个灵是谋略的灵，能力的灵，聪明的灵，智慧的灵，敬畏耶和华的灵，用这个灵敬拜才能够，上帝才能够悦纳。不用主的灵敬拜，用你自己的，我想，我认为，我觉得应当这么敬拜。全是在哪里敬拜？肉体，肉体敬拜。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敬拜，以神的灵敬拜好，还是以我的灵敬拜好？以神的灵敬拜。我用大肉块在这蹦跶蹦跶，光是肉块蹦跶，还是以神的灵敬拜？那么以神的灵敬拜要怎么敬拜呢？我们看一下哥约翰福音，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的第四章第十九节，找到吗？耶稣跟撒玛利亚人论活水的时候，曾经问到这件事，到底用什么敬拜？以神的灵敬拜。为什么要以神的灵敬拜？因为神的灵知道怎么敬拜，他会敬拜。我以在圣灵里祷告，因为圣灵知道怎么祷告。以神的灵敬拜对，还是以人的意念敬拜对？如果我的意念能高过神的意念，那我就用我的意念来敬拜。主明说的，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，谁的高就用谁敬拜，行不行？谁的高？因为你根本没上天，你根本没看到到底天上是怎么敬拜的，只有神的灵才明白天上是怎么敬拜的。咱们现在敬拜这个方式不是地上的形式，而是天上的方式。天上怎么敬拜？那神的灵知道天上怎么敬拜，所以在主的灵里敬拜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们信主的谢饭，吃饭的前头谢饭，从来不谢神。你说这个怪事，我也就纳闷，谢饭不谢神，吃饭的是神，谢饭。普世教会都在这个说这句话，
好像这话特别特别的敬虔似的。我一听这话，我的头皮唰一炸。谢饭，你就长个嘴就知道谢饭。十九节我们看，夫人说：“先生，我看出你是先知。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，你们倒说，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。”耶稣说：“夫人，你当信我，时候将到，你们拜父的不在这山，也不在耶路撒冷。你看，不用选地方，是不是？拜不用选地方，应当在哪儿？往下看。”注意看啊，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的。那真正拜父的，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。用什么？心灵。那我就心灵与圣灵在里面住，是不是？以神的灵敬拜，对不对？对不对呀？祷告怎么祷告？啊，敬拜不在这山，不要选地方，不要选时间，不要选地点，是不是？不要选形式，怎么敬拜都行，在哪里敬拜？在圣灵里敬拜，因为神是个灵，你不用灵敬拜，用肉敬拜，你敬拜来敬拜去，就变成外边的遗文的形式了。我们不是照着遗文的旧样式来，按照心灵的新样，括弧心灵和圣灵的新样，这里边这个心灵也是圣灵的意思，是不是？这里面也是圣灵的意思，神是个灵，敬拜神的要用心灵和什么诚实。看犹大书，犹大书往后翻，在启示录前面就是犹大书。祷告用什么祷告？在哪里祷告？为什么要在圣灵里祷告？不在肉体里祷告。有的人祷告的跪洗白啊，古代起身呐，把那膝盖跪着，在我们那地方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在我们那地方，一大早起来4点钟起来祷告，祷告可能是3-4个小时。怎么祷告？不准穿厚裤的，一个人拿一个洗衣板到教会来。祷告那个时候不拿圣经，拿洗衣板。为什么拿洗衣板？洗衣板放在地上，把那洗衣杆把那个棱啊放上面去，把那腿呀、啊，这裤子长了把腿往上撸一撸，把那膝盖露出来，肉露出来，直接跪在那洗衣板那个棱上跪着，把那膝盖跪脱了，虔诚敬虔。圣经有这样的教导吗？这是佛教的教导，这是古代起身，在加密山以利亚和那巴利先知，那巴利先知刺自己的肉，割自己的肉，他们祷告的时候这么祷告，这叫古代起身的祷，假神拜假神那种。古代起身，佛教恐怖古代起身，修炼天天跟他打坐，五心朝上的打坐，古代起身不吃肉，不结婚，古代起身就有这就是他们的敬虔。现在基督教内部里就模仿了佛教，他取长补短嘛，取人家之长补己之短嘛。我一看到这教会，我就想大哭一场，可怜透顶了。他们信了这么多年的主，他们比我都先信的，他们把弟兄姊妹往哪里领？哪里领啊？瞎眼的饼物都掉进哪里去了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不是苦待己身的，用信心不是苦待己身，在圣灵里敬拜，在圣灵里祷告。为什么要在圣灵里敬拜？因为圣灵知道怎么敬拜，你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敬拜，所以要用心灵和什么诚实，不在乎你肉体的形式。你肉体有没有形式，动不动都可以敬拜，你信不信呢？你肉体动不动都可以敬拜，我不用上耶路撒冷，不用上这山，也不用上那山，神是个灵，神
灵在哪里？你若承认神的灵住在你心里，有个人说祷告卡、祷告餐、祷告，你们这边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啊？号角行动有没有？这边没有啊，这没波及到你这个。号角行动就是这个地方发明出来的，方程，你知道有方程教会吗？就河南的方程，就这边发明的。等有机会，我把那号角行动就是发明出来那一套东西给拿来给你看看。他们的祷告怎么祷告？可想而知，这教会啊，叫他们带到哪里去了？用这种方法，那我大长脚，一大早四点钟就嘟，号角行动嘛，吹脚嘛，旧约不有吹脚节嘛，全采用旧约的那些东西拿掉，买个号角，一个号角3000多块钱买的，从哪买的？以色列。把它往回进，进什么？进号角，进号角干什么？号角行动啊！凡是工人都是守望者，守望者锤起时代的号角嘛。所以那号角一二两四点钟起来，那不信主的人叫他们给吹醒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给打公安局。公安局一摸搜上他家，这一搜搜到多少钱呢？搁一个工人家里搜到200多万。你说这教会能好不能好？神家的钱不撂他个人的手里了，啊，拿这种吹角这种当得利的门路，金钱当得利。你看我多四点钟起来吹角，吹角是那个意思吗？啊，真正吹角是圣经里的号角，是把上帝的百姓带到正路上来，借着神的话来提醒弟兄姊妹，警醒弟兄姊妹，这叫吹角。那哪是拿个大号角来呢？呜呜，咋一大早上，甚至有的人一大早上哭的，特别特别悲伤啊，哭把别人给他哭醒了，不知道怎么，有不信主的人一听，你这怎么回事呢？悔不悔谤啊？悔不悔谤？都糊涂透顶了都。我讲了个当今教会的错谬，你讲了40几讲现在。还有很多错谬，就没有办法再往下讲。我越讲越生气。这错谬从哪来的？左一个错谬，右一个错谬，全是错谬。这错谬从哪来的？别人发明出来的。理学、思维逻辑学，人的逻辑思维理性中间出来的东西，就在教会中间。你加点我加点他加点日积月累的，最后加出来的东西全是错误的。哎，这回你再给姊妹或者弟兄，你给他讲正确的，他不听。不对不对不对，那就那么事儿，是不是？那么的就不拿圣经。他说怎么的，他也就不拿圣经。你说那么的，你得拿出圣经，那么的，那么的，就叫你那么信，怎么信？没有圣经依据的信。我们今天的信仰的依据在哪里？圣经里，不在你这，也不在我这，在哪里？耶稣说：“为我做见证的，就是什么？真心啊！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我们信仰的依据就是圣经。你不拿圣经，把圣经抛在原来，再来交通来，甚至有的人，是不是？那个地方，那个长葛那边有一个自称为弟兄的假弟兄，可以说是。”脑袋尖尖的，长什么脑型？我弄不好。就这个脑型。脑袋尖尖的，还南临沂有这么个脑袋尖尖的，还青岛有个脑袋尖尖的，青岛那姓陆，南临沂姓刘，他们那地方叫亮。尖角的就都一样，一模一样，眉毛长得一样，眉毛很短很短的眉毛，尖尖脑袋。我问你看几遍，他白天不来听到我讲的时候他不听，什么时候？快到9点，快到10点了，我正要睡觉了，他来了，来了我咱交通交通呗。我说你现在读几遍圣经？我是没读几遍，我一遍我也没读完。你听。就该跟我交通，交通找不到圣经依据，
一句话都找不到，就会讲，是吧？一口一个，但是是什么意思？但是是什么意思？否定的意思。耶稣在四福音中间有没有说但是这两个？有没有但是？他是一口一个但是。他为什么要说但是？我们身心心诚，但是你看，是不是把殷心诚意给否了？我们是儿子，但是但是是什么？我们是人，但是这一说但是转了，也可能是猴子，是不是？你看但是是什么？假如我们今天你们走的时候一人给你分500块钱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走弟兄姊妹一走的时候一人给你分500块钱，但是没有了，没有钱，不用说没有钱，我一说但是你就想不给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很明显的？但是否定的意思，但是否定是的意思。前面是，后面但是，这叫是而又什么？非。是完了就非。我们是人，但是世上的科学家研究在研究是我们是猿猴，是否定了？否定前面我们是人，对不对？我们是神的儿女，但是这一但是完不完了？不信你查四福音，耶稣说没说这么一句话？耶稣说我是，我就是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没有说但是，有没有？没有但是的话，但是是否定，是不是？今天我们在这里请客啊，我花1万块钱在这里请客，但是我没钱。是不是不用请了？啊，不能用但是的话，真理就是只有一事，是不是这么说的？提摩太前书这么说，哥林多后书的也这么说，真理只有几事的，只有一事，没有是而又什么非？但是就是否定前面是，千万不要否定前面是。我们是神的儿子，就是真儿子，不是假儿子，是不是啊？我们是属天的子民，就是属天的子民，不是属撒旦，也不是属世界的，就定下来的，不能用但是。那这尖脑瓜子跟我去交通，一句一个但是，我说你这没办法交通，你交通不了，你一个人但是，你说你还一遍圣经没看，你说你怎么跟我交通吧？我拿圣经他不看，他就跟你就这么交通，脑袋歪了，就那么就一个人就跟他们交通，谁能交通得了啊？谁能交通得了？听到时候不听，完了晚上来交通。我叫白天讲的话，他晚上就来交通来了。他没听着啊，他晚上还要来交通来。你说谁能跟他玩，谁能陪得起啊？白天累够呛，晚上再跟他交通，你说累的，他就故意撒旦，就故意就这么弄，就把你累死。当然我累不死，我满足我不跟你交通就完事了。这样的人根本不没办法跟他交通。有大叔在约翰三书的后面，有大叔找到没有？第20节，有大叔只有一章，20节，咱们从19节开始看。这就是那引人接党属乎血气没有生命的，什么样的人是没有生命？连接党的人，撒一锅俩圈的再接党的人，这个人就是没有生命的人。有生命的人，他不能撒一锅俩圈的，他就接党，分门接党的人。这里边说，这就是那些引人接党属乎血气没有生命的人。属乎血气有没有生命？属血气的人有没有生命？没有生命啊！注意看啊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出去。至圣的圣经的主的道是至圣的，是你信至圣的真道才能成圣，
那个大牧师的，一会儿进一个长老的，一看长得老不信，也不管他这个懂不懂圣经，一看这长得老，长老就信这长老的吧，啊，信谁？信圣经啊，信至圣的真道啊，是信人。这长老不管他长得多老，如果他不听不讲圣经，你也不要信。这里边说，注意看啊，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真道上才能造就自己，在假道上能不能造就自己？看真道生了我们，在假道能不能生人呢？你信真道才能重生你啊，你信假道能重生吗？纯净的灵奶啊才能见长呢，吃的是纯净的灵奶，一会儿这句话一会儿那句话都人的话，你说你信来信去，你一辈子不能重生，信的谁的？人家那个大牧师怎么说的？哪个大牧师？耶稣讲话在旷野跟魔鬼打仗的时候尚且用谁的话？经上记着说，三句话都是经上记着说，耶稣啊，上帝的独生儿子尚且引用的是圣经的话。你看今天这人大胆不大胆啊？那个大仆人，耶稣变小，小耶稣大仆人了，哪个大仆人？人家都说了，还有人引用科学，那科学测得多准呢、啊？咱们人就本来就是猿猴进化来的，他信的是圣经，信的是科学。人是猿猴进化的吗？不是。有许多人呢，他那个心根本不是为了信耶稣，不知道他在干什么，反正他是拿得敬虔当得力的门路。往下看啊，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。哪里祷告？为什么要在圣灵里祷告？在肉体里祷告行不行？有的人祷告来祷告去，是那个老太太那个裹脚布是又臭又长的，你看他这祷告，你看圣经所有道主面前祷告都是特别简短的，他的祷告是老太太那个裹脚布啊，过去那个小脚老太太的裹脚布，他一打开就这个屋里你就待不住了，那就是满屋都是臭气呀、啊、那个臭就跟他死，那死人那个臭味一模一样的，又臭又长的，这个裹脚布，有的人跟他祷告吓着别人，把别人吓跑了，他一祷告就完了，没个头到脑袋就开始是吧，东家长李家管，狗上狗下铁饭碗就来了，你看前八十年后五十年都倒转，甚至就跟那个狼祷告，山上狼也不救，那个狼祷告，这是在圣灵里祷告吗？啊，耶稣每一次的祷告是那么祷告了，又臭又长的，有吗？没有啊！你看这人他就不看圣经，这圣经的话他就摆着他不看。什么叫在圣灵里祷告？什么叫在圣灵里祷告？为什么要在圣灵里祷告？我们先看一段经文啊，《罗马书》第八章二十六节。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六节，你为什么要在圣灵里祷告？在圣灵里祷告，圣灵和帮助你的，哪怕软弱了不会祷告，但你住在圣灵里祷告，这样呢他帮助你祷告，你若在肉体里祷告，你看圣灵帮不帮助你？你实际祷告，你多多祷告还不成就。今天有人在肉体里祷告，天天在肉体祷告，为肉体献赎罪祭，祷告完了早晨交托，白天饭晚上都认、啊、就这么周而复始。在哪里祷告？什么叫在圣灵里祷告？为什么要在圣灵里祷告？什么叫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？在哪里祷告？在圣灵里祷告。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不再是我了。你怎么知道不再是我？你问我已经哪去了？死了，和基督同死同埋葬了。
已经活着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活，这就在圣灵里祷告。这时候祷告的主就听了，你不信你试试一下好不好？你若不相信我说的话，你就试试一把。你那很多人那么多年祷告的，前面教白天做什么？饭。晚上做什么？在哪里祷告？你怎么知道他在肉体里头？圣灵帮不帮助他？白天敲完了，主啊，保守别犯这一光鬼的罪啊，保守我心思念啊，啊，保守我啊，是不是？别犯这口舌的罪啊，还像教小孩那么跟神灵祷告，祷告完了上帝根本就不保守他，他白天就开始什么饭，晚上你怎么知道？白天吧，因为他晚上在干什么？证明神有没有保佑他？证明他祷告得成没成功？没有。哎，今天祷告没成功，明天还得祷告。他要不是这么祷告，他就不会祷告，他就不会祷告。你不信你试试，他也不这么祷告，他就不知道怎么祷告了。围绕着什么转？咱们祷告围绕谁转？在圣灵里祷告，他围绕什么转？罪转。要没有这个东西呢，他不会祷告。他侍奉的是谁？他不玩这个东西呢，他就没有地方祷告了，是不是？咱们的罪在受洗那个时候处理掉，啊，什么时候处理的？咱们的罪在哪地方处理掉的？我们看这段经文啊，先看二十六节，等一会儿咱们看咱们的罪在哪里处理掉。第二十六节，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。你会祷告吗？你为什么要在圣灵里祷告？因为你不会祷告。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。所以他不晓得怎样祷告的，他不住在圣灵里，住在肉体里去祷告，就为肉体献赎罪祭。肉体是给肉体献赎罪祭，耶稣那个赎罪祭是给肉体献的，是给灵献的。耶稣那血是洗心是洗肉？是洗。啊，耶稣赎罪祭难道给肉体献的吗？不是。用耶稣宝血厚厚涂什么呢？涂那大肉块去了。不是。那肉块是用耶稣宝血涂，还是跟基督同死？与基督同死。啊，这圣经明记载的。肉体连肉体切就是救人的救人的行为，是不是、啊、都要跟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罪身灭绝，罪身是灭绝，是留着，留着留犯，犯完了好认完了和血用耶稣宝血厚厚涂，有吗？有圣经这样的依据吗？有没有这么一例呀、啊、圣经有没有这么一个例子？没有啊。就开始周而复始的，续了八十年，就这么干了八十年，就这么干了八十年。我们本不知道怎么祷告，那他不能祷告那么多的东西，那谁告诉他的？是圣灵告诉的吗？如果是圣灵告诉，圣灵说白天会保守他。但是他白天没保守他，白天吧，因为他晚上干什么？是不是？你想想看啊，咱们试试看，试试到底这些人在圣灵里祷告，因为这里边说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有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什么祷告。所以在圣灵祷告有好处，我们本不知道不晓得，就是不明白怎么祷告，但圣灵用说不出来叹息替我们祷告啊，替圣徒祈求，是不是？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，好不好？你哪怕像保罗那么软弱到一定程度，我时常夸我的软，圣灵帮你祈求，因为你在哪里吗？我死了，现在活不再是我，在哪里了？在圣灵。我若活着，这个肉体在干什么？在犯罪。我在肉体里头祷告，这样主听吗？听不听？
剥夺的祷告主也不听，是不是啊？你举手祷告主也不听，这以赛亚书是就这么说的。你使劲祷来，你看主听不听？就这么多年，有的人祷告一次主都没听，连一次都没听啊。什么叫真正听的？啊，真正听的和没听祷告有一不一样？不一样。耶稣教我们怎么祷告的？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。现在国降不降临？降临了。现在国不降临，你是国度吗？你是有君尊祭司圣洁的国度吗？是，国已经降临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这耶稣教的祷告，耶稣教祷告短不短？短。他们祷告长不长？长。耶稣祷告是在神旨意上面祷告，是不是啊？那么这群人的祷告不在神旨意中间祷告，他的祷告完全是凭着自己的想，我边那个想边祷告，边想我的想什么呢？叫别人说，看有的人祷告大声好听的，是在人前故意那么大声好听，那么祷告目的是什么？你看我多敬虔，你看我多会祷告，我回家编写词儿我去祷告。耶利哥瞎祷告怎么祷告？大卫的子孙呐，可怜可怜我吧！短不短？短。短。你看就这么短，主听没听？听。为什么听呢？主为什么会听呢？因为他的祷告不是出于自己的，是不是？要是出于自己，今天的要饭的这么多人的要饭呢，那瞎眼的他就得要饭，但今天他就不要饭，就非得要叫大卫子孙来可怜可怜我，这从圣灵来的，是不是啊？十字架强调的祷告短不短？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，短不短？是不是啊？耶稣进了房子，两个瞎跟进来了。耶稣说：“你要你信我能做这事吗？”瞎子没有跟他解释，没说：“我你主你说哪件事呢？”瞎子没有，瞎子自己耶稣说：“你信我能做这事儿？”瞎子说：“主啊，我信。”几个字？四个字。主啊，我信。找人给你信，给你成就了，眼睛刷就开了。长不长？有的人那祷告啊，那通过心能被崩出，能喷出巴掌来，是不是啊？嘴直冒那祷告。祷告都是祷告什么东西？肯定不在神的旨意里祷告。这里面真正祷告有圣灵在干什么？帮助。我们的祷告有圣灵在帮助，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圣徒祈求，所以在圣灵里祷告好不好？好。我们本不知道怎么样祷告，不知道怎么样祷告不要紧，你只要不是活在我里面祷告，活在肉体里面祷告，主就听。你只要活在肉体祷告，你实在祷告主也不听，不信你试试。还我活着，我活着主啊，你叫我好好活出你的形象，叫他活出主的形象。主啊，你听着啊，有的人叫主啊，你的圣灵保守我，叫我守住律法。一个人，主啊，你保守我，守住律法。你看，在圣灵里祷告。是在肉体里祷告，有一个说：“主啊，你保守，你赐给我力量，赐给我信心，脱离律法。”哪个是神的旨意？都祷告啊！哪是神的旨意？肯定有一个是神的旨意，有一个不是神的旨意。哪个是？主啊，你给我力量，守住律法。守律法就得靠什么？靠肉体。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，你为什么死了？律法管人是在活，你要守住律法，你要听什么？靠肉体，表明你住在哪里头？这没住在生命里头，
你说你祷告，你来吧，你祷告80年主也不行。脱离律法是神的旨意，还是守律法？守住律法是神的旨意。脱离律法，到底哪个是神的旨意？脱离律法。主啊，你好好的保守我，我的行为，叫我的行为端正一点，平心为求。我看一段经文，你看看哪一个是神的旨意？罗马书的9章。30节，有两种祷告，一种祷告是平行为求，在律法中间求，律法中间平行为求；一种祷告是不平行为求，不求，不追求义。你看看第30节，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，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，怎么得的呢？就是因信而得的义。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，反得不着律法的义，这是什么缘故呢？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，只凭着什么求？他们正跌在了绊脚石上。你看，有两部分人，一个人不凭行为求，反得了义；一个是在律法下凭行为求的，反得着义了。为什么凭行为求没得着，凭律法求没得着，不凭行为求的人得着了？啊？为什么？我们看罗马书3章21节，为什么？都是找原因的。圣经凡是它不前后矛盾的，你把你的矛盾的圣经你拿出来，有时间了我给你解答，你看矛不矛盾？你认为那圣经矛盾，来你拿出来，你把那圣经记下来，你告诉我哪段圣经矛盾。你看这个，为什么犹太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？为什么外邦人不追求义反得了义呢？原因是因为犹太人他为什么得不着义？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，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，只凭着什么？行为，行为，行为，天天掉到哪里去了？掉到人的义里头，掉到人的行为里，可不可怜呢？这个真理谁明白了？啊？所有的基督徒都应当明白，犹太人失败，失败在哪里？耶稣为什么称他为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？有过了，为什么说他有过？他就天天凭律法求，在行为里面求。明明圣经说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什么神的喜悦，神不但喜悦这样的人，且要赏赐来寻求他的人，是吧？人来到神面前，不但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的寻求他的人，且信他赏赐的寻求他的人。你寻求他，他就赏赐你。一切丰盛都在基督里预备好了，你只要在基督耶稣里面，就能得到神的义，并且得到丰盛，不用你去按照你的行为去求去了。天天说啊，保守我的好的行为，你等跌绊脚石上，谁跌在那绊脚石上，谁就被跌得头破血流。这块石头砸在谁身上，就把谁砸得稀烂，看你能不能跌上去。你凭什么求？好，咱们再看3章21节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了。神的义在哪显明的？在律法以外，你去追求律法的义，能不能得到义？神的义不在律法以内呀，在律法以外。好，咱们现在挖宝，挖宝。咱们现在挖宝，就有一坛金子，就在这个房子以外，在这个大院里，整个这个房子以外有一坛金子。你放跑这屋里，你个挖挖挖，把这房挖倒了，有没有？没有。金子在哪了？在哪了？房子以外。什么叫以外？以外和以内，清不清楚？以外，还有以内。以外是什么意思？啊？我这件衣服穿在我身体以内是以外。
以外，是吧？头发长在长在哪？长在脑袋里以内是脑袋以外。只要是中国人，他都明白了。以外是以外是叫你上以外去找神的意，还是要找律法的意？你要求律法的意可以，但是你得不着意了。神要真的叫你在律法下，神是不爱你，因为神的意在律法以外，你跑律法以内去了，能不能找着？找不着怎么办？就得死路一条，是不是？找不着神的意，你就得死路一条啊！关不关键呢？你上以外和以内去找，有没有区别？有，有啊，一定有区别。对不对啊？吃饭和没吃饭有没有区别？有。我已经吃了，和我正在看呢，有没有分别？吃饭吃的人才得饱，没吃的人没饱，肚子没饱，是不是啊？嗯。这有的人说以外，以外就是以内呗，以外就是以内，以外和以内一样吗？不一样。这里面告诉以外，目的叫你上以外去找，不要上以内。你注意看啊，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，有律法和先知为证了。以利亚和摩西在不在登山变相？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向他显现，显没显？耶稣显荣的时候显没显现？在天堂的荣光里显现的摩西和以利亚，显没显现？显了。他俩在干什么？谈论耶稣上耶路撒冷的事儿。这就表明律法和先知，以利亚代表先知，摩西代表律法，他都在为耶稣基督做见证，是不是？表明耶稣要替人类死，并且要成就神的义。所以呢，律法和先知为证，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，并没有分别，就神的义。我的义是神的义，律法立的是谁的义？人的义。恩典立的是谁的义？神的义。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，不管谁来，谁信耶稣嫁给谁，谁信来嫁给，嫁给是什么？嫁给是人的义，是神的义。神的义，唯独具备神的义才能进神的国，是不是？将来我们能够成就世界，上把世界都给我们，就是因信而得的义，不是因律法呀。你守律法白守，白不白守？不但白守，凡以行律法为本的是被什么咒诅？完不完了？这件事严不严重啊？特严重，特严重的。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，这就说明是什么？这里面说就神的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，并没有分别，男的女的，黑种人、黄种人、棕色人种、白色人种，是不是？当官的、掌权的、高的、矮的、胖的、瘦的、丑的、俊的，是不是？不管什么样的人，只要因信耶稣基督，上帝就把他的义加给一切相信的人。犹太人没得了义，他跑哪里追义去了？不是，跑另外一追义去。外邦人为什么得了义？你得不追求义，才是遵行神的旨意。你要追求义，追求人的义，就是不遵行神的旨意。你跑律法里，我好守住律法，别犯罪啊！做行为啊，这行为可别犯了啊！天天活在哪里头？恐惧战心里头，是不是？恐惧战心，魔鬼就把人就拉在那里头。魔鬼还有方法，叫你有病，你有点病，完了之后，突然就得了病了。得了病了，完了之后就有一年，你要好好认罪悔改啊，认罪证明你是罪人。哎，你认完罪了，他手就松了，你病就好了。还有这样一种方法，你小心了，这叫魔鬼的诡计。你是罪人是义人？义人。神设的这个义是在基督以内设的，是在基督以外。基督以内是在律法以内，是在律法以外。律法以外，基督以内得什么义？好不好？因信耶稣基督白白的什么，就这个义就能成就世界，上帝把世界全给都给我了，
不是因律法，乃是因信而得的什么？听没听清楚啊？所以不要守呢，节期、月朔、这个饮食，那个不可能，不可尝，不可摸等类的什么规条。你只要不守，你就不犯；你守了之后呢，你守不住，你犯犯了，这时候你就失去信心了，你就这个犯罪了，败不败坏人呐？败不败坏？人不要给自己设立一些规条。保罗说我素来所拆毁的，若重新建造，这就证明是自己犯罪了。他拆规条，拆律法规条，拆没拆？拆了。你去见就等于犯罪的人，你见完了，你能不能守住？你守不住，守不住就犯，犯完了自己就胆战心惊的，害不害怕？这叫败坏人的，听清楚了吗？什么叫这些徒有智慧之名，用私欲崇拜自表前辈，苦待己身，是不是？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。其实，在克制肉身的情况下，毫无功效，不用守。圣灵动工还用你守吗？圣灵为什么拆到你心里来了？神拆他的儿子灵进入你的心，是在什么时候拆进来的？是在守律法的时候拆进来，是脱离律法的时候拆进来的。脱离律法的，我们不已经讲到了吗？昨天讲的加拉太书第四章，脱离律法才差遣他的灵住进你心，住进你心里要行义能啊，脱旧的穿新的，更新你，变化你，神的灵就可以在你里面做成这一切事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，不用你在那使劲儿，他使劲儿，你既安息。你死了，他在你里面活，你进安息，他就要成就了，并且超过你所求所想。你信吗？信。你信得着耶稣在你里面活吗？信。耶稣能不能帮你活出来？能啊。用不用你自己使劲儿？对。你要进安息就轻省了。他说：“我的担子是什么？轻省。我的轭是什么？你信来信去，感觉信累了。”往前走吧，还走不上去了；往后退吧，害怕下地狱，就变在那个地方，就卡在那个地方了。往前走吧，走不上去了；往后退吧，还退不下来了。天天活在恐惧战境里的，累得够呛。因为别人信耶稣轻省，他非信耶稣累得够呛。我告诉你的信仰有问题，一定有问题的。不信你试试看，我这么说，最后你有一天呢，如果你是上帝的孩子，主有一天光照你，就会发现你从前走了一条弯路。耶稣愿意我们走弯路，是望着标杆直跑。怎么能望着标杆直跑？如何能望着标杆直跑？现在教会一些人告诉你，回回头看看您警察，你去看后边，你那个你年终总结总结，你后边都做什么错事了？这是教会有一些工人对教会的弟兄姊妹只下这个绊脚石。上帝叫你把后边不管好坏的都忘掉，忘记背后努力什么那些，望着标杆才能够正式直跑。你天天回头，你说他能跑？罗德走山路的时候，天使怎么告诉他？直跑往前跑，不要回头，是不是不让回头啊？是，人都在回头看，你一回头不变沿路的了吗？能跑动了吗？他这种望着标杆是什么？直跑。你不要总想我要用肉体做圈，不在肉体里才能直跑，在肉体里就转圈跑。你别想我肉体做好，你肉体也不能做好，你肉体根本就不能做好。你不在肉体里活，就在圣灵里活，这时候就直跑，就忘记背后，把自己忘掉，把世界忘掉，把罪也忘掉，把撒旦权势忘掉，不再提醒你有罪了，所以你就不再纪念你的罪前和你的什么过犯了，所以不按照你的行为了，你就跑吧，越跑越得福，跟亚伯拉罕一模一样，这就叫亚伯拉罕之心，效法亚伯拉罕之心，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好不好？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，感谢你的保守我们，感谢你用你自己的话语不住地浇灌我们。你知道我们缺少什么？
你是按时分粮的主，你将你的粮食丰丰富富领到我们，求你来保守我们的聚会，求你保守每个弟兄们的心灵，使撒旦不将这道夺走，使我们靠着住在我们的圣灵牢牢地守住这道，因为守道的人才有神，没守不守道的人里边就没有神，凡越过基督教训不长守的人就没有神，长守这教训就有父又有子，求你照着你自己的旨意给我们信心守住这道，保守弟兄姊妹的心灵，带领弟兄姊妹回家的路上，使弟兄姊妹在这条道路上能够一直走下去，应允我的祷告，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，阿们。